各位投资者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冠清。这个台北股市今天是下跌，当然呢跟一个事情应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先回到电脑的画面啦，这是恒生指数，我们看一下今天下跌了593点在此时。那收盘会不会跌到600点，跌到700点，跌到800点，这我不知道。反正香港的指数有一个好处啊，它是没有什么涨跌幅的，对不对？它个股都没有涨跌幅，更何况是指数呢？那今天又跌 2.19%， 当然绝对是跟昨天这个香港的警方啊冲进去这个大学里面呢逮人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现在市场应该说现在大家各说纷纭啊，对不对？有人这个站在警方那一边说因为人家要抢警方的枪，有人认为说警方今天冲进大学，因为大学里面有什么，他有什么什么伺服器什么等等，这个你继续看新闻，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一些，对不对？搞得好像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反正现在香港真的是一团乱哦。如果有香港朋友的，我想现在各种说法都有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就不多解释，不多臆测。不过毕竟你可以看到，跌了586点。你看一下哦，投资朋友，短短时间之内哦，短短时间之内，香港的恒生指数从27000多少最高点是多少？27894点，跌到今天的一个最低点哦，多少？26465点。跌了1400点，对不对？跌幅有没有很惨重？两万多点的指数跌1400点，这跌了4-5%以上了啦，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不过我跟大家讲，这不是什么坏消息，你知道？如果香港的钱有更多流到台湾来的话，那台北股市会涨还是会跌？我相信你很清楚。当然，最近以来你看到最近台积电在整理嘛，我也跟大家讲，最近我在路上最常遇到的。就是有投资朋友把我拦下来，哎、欸，会计师，我问你，台积电刚刚被几倍？投资朋友，我说真的，当然如果你看得很长，我觉得 OK 的。但如果说你希望能够马上买了台积电，马上赚了大钱的话，我建议你是不要。真的很奇怪，我100块在讲台积电的时候你不买，我200元在讲台积电你也不买，现在300元了，投资朋友，并不代表它不会涨，只是说我认为它的涨势啊。它不是一档小型股，有办法用喷出的方式继续涨吗？我个人真的很怀疑，对不对？那很多人有些真的很可怜，我讲过了嘛，对不对？一定都问友达、问群创，真的很多人很可怜。我昨天遇到一个投资朋友，你知道群创，哎，他也不过我看到他价位应该是前一阵才刚买，他说大概买10块上下。哎、欸，买10块上下到昨天就已经跌掉多少？跌掉30几%了、欸，这要怎么办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以我的选股逻辑来讲，没有前景的股票我绝对不选，除非它有出现明显大转机，对不对？我昨天在这个我们飞盘盘前跟大家讲过嘛，你叫我选群创，叫我选2409的友达，我倒不如跟大家讲，你还不去拼看看台泥跟亚泥，至少他们每季都赚钱啊。虽然股价走势，我觉得真的亚尼股票说有够鸟蛋的，鸟蛋到爆炸了。但是怎么样？哎、欸，人家亚尼每季都赚钱，啊，你们这些股票，我请问你，你除了净值高之外，你有什么好处啊？群创净值25，对不对？友达净值多少？19.97，老板都出来告诉你公司不好了。昨天更是有人问我这个，投资我这有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真的没什么好讲。当然，今天会问会计师，你不是说很看好4958跟6451怎么都跌？我跟他讲嘛，人家涨那么多，你让他拉回休息一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对不对？当然可以，好不好？所以我带会员买的股票叫什么？鸿海嘛，对不对？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对不对？我怎么讲，当然都可以嘛，废话，对不对？那这边哦，投资朋友，当然昨天好消息，对不对？卡韩成功。7-0啊！说真的，从徐展元开始说好想赢韩国到现在为止，我们好像这种韩国派出这种全明星阵容，我们都没赢过。我们有赢，可能有赢过韩国，不是派全明星阵容。昨天很有趣，你知道吗？昨天我在看韩国已经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派代打竟然是2016还是2014年全垒打王，代打还全垒打王、欸、你看他这一次真的是精锐进出，对不对？虽然说今天大盘跌，大家可能心里不开心。你可能有台积电今天跌，你有鸿海今天跌，心里不开心。但至少啊，昨天赢韩国，就一个字嘛，叫爽嘛，对不对？真的很爽。
好久没有赢，好久没有赢够这么爽，而且是玩丰盛啊！当然也是因为，对，这陈俊秀真的是很厉害。那拉明狗的那一些球员啊，什么陈俊秀、林鸿玉啊、林立这些人，对不对？实在是太厉害，厉害到极点了，对不对？郭彦文还没出来嘞，郭彦文也是乱刀流行的，对不对？随便砍都可以砍到全垒打的。昨天这是令人很开心的一点，好不好？那今天我们会员的专题讲座，投资朋友，我昨天录完了。华尔街天后、富南斯集团，还有一些虚拟货币，甚至包括台通科技，你要如何避免诈骗？最后有归结出啊，十点避免诈骗的方法，我觉得很重要。虽然说跟今天的股票、今天的一个股市走法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避免诈骗为什么很重要？不管你有钱或没钱，对不对？我也跟大家讲，那我卖一个课程。卖一个课程啊，赶紧拿个十万、二十万，拿个五十万，这种叫做有名的什么财商课程，对不对？就是华尔街天后搞的东西。我说真的，华尔街天后笨啊！你以为说财商就有智商吗？事实上，你去开个投顾，你考个牌，你来讲的话就不违法了。他笨啊，对不对？那至少我告诉大家，我没有在这么做。对不对？我也没有说我来那个卖个什么卖个什么东西，卖个五万块，卖个十万块，卖个五十万，对不对？甚至富南斯集团这很有趣，你知道吗？富南斯集团就是夏雨乔老爸是其中一个人头啊，或怎么样，我不知道富南斯集团怎么搞法。他说你交钱来一万美金、两万美金，每个月啊还你16%，你只要半年左右你就回本了，一年就翻倍了。他说哎，你缴出来的钱哦。不是我们在操作，我们拿给私募基金操作。结果你知道吗？对不对？说全球啊，全球其实最好最厉害的私募基金叫做文艺复兴。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一些大股票的一些持股，有些什么文艺复兴基金，嘿，那是很厉害的操作。其实我过去都有看到，我现在一时找不到在哪里有，不过这找一下应该就有了。文艺复兴基金你知道吗？它一年报酬率是40%到50%哎。这种基金是怎么样？它封闭起来了。它一旦开放认购，我告诉你，很多富豪都拼了命去认购啊，因为他们操作太厉害了。那富南斯集团，它一个月就可以配你16%，你想都知道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要如何避免诈骗？这是我今天我们上线上传的会员专属的专题讲座的主要的内容，大概录了将近40分钟左右，大概如此，好不好？这我不多讲了。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什么？我说最近真的很有趣。所有的财报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财报公布后还继续反映利多的，除非你先前都没猜到，除非像这个东西，你看像华通真的是真命天子啊，今天再度收到最高点，现在离我会员卖的价格已经差了3块钱了，我们卖48，现在多少？50.9，但是我们是短时间之内20%赚完就走了嘛，就这样子。但是他毕竟怎么样，他还真的是真命天子，我个人相信今天三大法人。尤其是外资跟投信应该又买不少，不过那不重要，反正那不是我们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长期看好华通，我也不是第一天讲过了。从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元大出了一个报告，把华通下看25块那一次，我就一直在帮元大抱不平了，不帮华通抱不平。很多人为了补那个短的空单啊，你看这个也是一样，投资朋友，你看 GIS， 但 GIS 本来很就蛮糟糕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老板的这个太太股票都卖了几千张，卖套件好几亿都知道。你看，大家为了赚这种钱，你看，对不对？公布财报当天，融券大增1177张，隔天就补光了。盖刚的玻料啊，玻料，你看，光是这个融券补光，叫股票拉到红的，今天继续跌下来。每个人都想要赚这种钱，说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赚的是什么？赚的是趋势财，我不是赚事件财。你要赚事件财，你找别人，对不对？昨天很多人看到汉语博下午公布2.95元，我好开心，就赖给我或打电话给我讲，哎，2.5你好准。我说你不用太开心啊，全市场都知道，如果今天公布结果是3.5，不是2.9，我告诉你那个飙涨，可是全市场都知道3块钱上下嘛。不过就是符合预期，就跟群联一样，全市场都知道8块多。所以是符合预期，对不对？星星市场估计是 0.9， 所以差 0.03 元，今天是不是星星就掉下来了？但是我认为都还可以接受，对不对？
我看的是长线，不是看一两天。包括8299群联，我看的是长线，不是看一两天，对不对？更不用讲，这档股票我们是三字头就买了。我也跟大家讲过，老板闲的没事，上九月份买1000张，是买 Kimoji 的吗？当然不可能嘛，对不对？我相信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包括你看汉语博的子公司叫什么，对不对？嘉联益公布那个烂财报，0.3还0.4元而已，你看今天根本就利空出尽。今天还有一档股票烂财报利空出尽，叫什么？2049的上影，昨天又一堆人为了要赚上影的钱，又跑去放空了。哦，不过应该没有几张，你看这边看起来没有几张。你如果今天没有补，尾盘就冲上来了。终于啊，卓永财董事长愿意讲真话，他说要明年第二季之后才会复苏，对不对？当然，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上银啦、啊，就值得这些股票，上银值得或是什么，或是全球传统，现在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些，对不对？甚至我们以前有推荐过什么300多块钱的亚德克，它涨这么多，你再去追，我都没有没意思。倒是那些财报真的很差的，我之前讲过，就这种股票，我说真的，这不要碰就不要碰啊。你说，哎，老师一天才跌一点点而已，你是受得了吗？投资朋友，我说今天表现的股票是什么，对不对？这今天早上10:59讲的。财报利多有表现的是伟创跟宏权，我说好玩在哪里？虽然说我不认同宏权这家公司，我真的不认同，但是宏权先前没有什么法人上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涨的原因嘛，投资朋友，对不对？这是几？我看一下是几分？这是10:59哦，这传出去的时间太晚，在这里。对，我说这很有趣，这先前没有什么法人上车，你光看就知道了。哎，这淘金都没有法人上车，因为之前他还被罚款啊，他被罚款，你看。之前没有法人上车，哎，你看这些投信真的够白目。投信买在哪里？买在8月28日的投信335张，可是这几天呢，你看到140张、135张，几乎怎么样？它几乎又卖光光了。难怪今天可以拉出红 K， 因为昨天公告它的 EPS 1.6，1.6代表什么？投资朋友，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1.6，哎，你这边看起来最高是2017年 Q2 的1.66啊，哎，1.6如果乘以4是多少？哎，就5.2了，对不对？就5.2啊，本益比低到这种程度，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嘛，真的很，我就不懂，这公司获利那么差，200多块啊，这公司获利都已经赢博文了，你到底是要买博文还是要买预期？这个你自己心里去想，不要说我讲的，到时候说我吐槽你们，对不对？这你们自己选的事情啊，投资朋友，预期一季赚多少？2.44，哎，那。博文好像赚1.74还1.47哦，1.73啊，差别这么的大。当然，你说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这样比，那你不要这样比就好了嘛。今天你看，哎、欸，人家有这个反应啊，哦，这个什么，这个乔三 EPS 不错啊，也有反应啊。不过你可以看到，今天反应都比较多什么，伟创，对不对？因为伟创的0.6，哎，伟创0.6是真的蛮不错的。0.6，你看像这边看过去，哦，当然去年第四季0.7又是比较好，但这次嘛0.6，还算蛮不错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先前比较没有人猜到的一个数字，它就涨上来了，对不对？那你看到，那我们跟他讲过，汉语博应该注意的是毛利率，我们又不是做事件的，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一样，对不对？汉语博一张都没出嘛，对不对？这一张都没出嘛，被洗掉的是什么？这被洗掉了就认命了。对不对？应该抱久一点，不好意思，真的是应该抱久一点，当作我对不起会员好了，好不好？再来呢，投资朋友，哦，这新闻，东森跟非凡都稍微有提到，其实昨天有一家公司叫 Skyworks， 中文翻译叫思嘉讯，思嘉讯公告的一个什么？他公告的一个展望啊，比预期差一点点，所以盘后呢跌了4%。爽到谁你知道吗？投资朋友，爽到谁？他为什么会展望差？我想很可能还是美洲贸易战的关系。所以今天很明显的爽到谁？投资朋友，射频元件、利基，对不对？3105的稳茂，25的全新，以上三档我们都没有，我们有的是这一档8086的宏杰科，而且昨天还真的。扎扎实实的让它掉回100以下，昨天98块买得到，投资朋友，我今天怎么样？在 Light 写这样写，对不对？我说很难买的时候有人大买，这一定大问题。昨天在98元有人大量的成交，有人大量的成交啊，8086宏杰科，因为昨天你要买的话，它要预收款券，对不对？预收款券下单啊是有偷吃部的，我顺便指导大家一下。假设你开在金控券商，他在自己的银行里面，像是永丰证，你开永丰银行，
对，元大证你开在元大银行交割户，只要你的交割户有钱啊，他怎样可以直接由证券户拨款，你就不需要再去转账，说转账很麻烦。那你可以，我喜欢转账的，你就自己转账嘛，你把券商的这个户头当做这什么，当做这个设定约定转账，你去转，你想转账去转账，我没意见。但是如果呢，你是在这种券商的本身自己的银行，不是说、哦、我开永丰，然后怎么样，我在国泰交割，这个可能没办法，对不对？你在那个本身的银行里面，你要买这种东西就简单了。你看昨天98块，投资朋友，昨天98块，对不对？我这样讲的嘛。今天宏杰科说要现增，股价回到100以下，我觉得是进场大好机会，分批买进布局。不过我也跟大家讲过，对不对？会有打电话跟我讲，会计师这个预收款券呢，对不对？哦，预收款券，那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汇钱的，我只能跟你说不好意思，对不对？当然你可以买权证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但是相较之下，投资朋友，你看到投资朋友差4块，对不对？但我跟他讲，我不是看那么短，好不好？那是你们在看那么短，看短我没有办法救你啊，对不对？看短你就自己去看短吧，你只愿意做事件的，你就不要找我。我要跟你讲，我要做的是什么？是做的是趋势嘛，对不对？跟大家讲过了，是不是如我的预期回到100以下？当初100买，冲到123，又回到100以下。我们当初也在70元买过宏杰科啊，对不对？因为这是趋势股，我说就是在这里面，对，明白了你加你啊。结果你个怎么样？满天钻金条，没力啊，没半条。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投资朋友？这新闻我倒是觉得倒值得大家看一看，对不对？当然这个是多头派的，他认为说美中达成贸易协议 ，S&P 呢要再跳涨10%，哇，这想想这真的跳涨很多，对不对？哦，不过你看到这个香港很惨啊，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他告诉你说他是美股多头支撑的，宾州大学华人商学院教授西格尔周日表示，如果美中贸易战和解了 ，S&P 至少上涨10%。他说如果不这样子，我们会一头雾水，因为估值在特定关头已经相当满了，除非我们取得企业获利的一些推力。哦，那我提到。他说怎么样？交易者现在看的是贸易协议，对不对？他说今年什么？他估值来说的话，股票卖价是今年 S&P 营业获利的19倍，因此市场是没有太大下降空间哦。这个反正他就这样写嘛，对不对？他说只要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你会看到全球的牛市。我的看法其实跟他很类似。当然这边说着你说相对高档，估值很高了，对不对？部分公司也是一样啊。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Uber 的创办者。之前啊把14亿的股票美金哦卖给软银，对不对？然后呢 ，Uber 上市，他又卖了14亿美金。然后呢，现在 Uber 的股票解禁，他又卖了4亿美金出来。前后后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一共卖多少？卖30几亿美金出来。你看，哎，赚到爆炸了，对不对？你只能称赞说他真的很厉害，当初能想出 Uber 这种东西来，然后怎么样？以中国大陆的讲法叫找到接盘侠，有人有钱嘛，把这东西被接走啊，对不对？软银的愿景基金出14亿帮你接走你的大部分股权，对不对 ？APP Work 大家知道 APP Work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办好像那个这个前一阵子出台期那个不是 APP Work， 不知道叫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对不对？也是挂掉啦。所以软银的愿景基金啊，上季赔很惨。你知道软银的愿景基金谁有投资吗？投资朋友，他有投资啊，对不对？所以呢，上季财报里面可能会认列到，那我不知道会认列多少。不过我觉得说真的啦，鸿海不贵啦，好不好？不贵，对不对？当然，再来今天这个新闻也很有趣，500亿收购基美。昨天很多人在想，哦，好贵，好贵。但是你会发现，外资都站在怎么样？站在好说很好哎。你看，这果然真的是老谋深算。他说，国巨敲开高阶车店大门。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初并普斯人家也是这样讲啊。不过我讲这新闻的内容，不是要跟你讲国巨多好，对，迎接 5G 车电新台成型，对，国巨基美哦，普斯哦，你看普斯也是啊，现在普斯董事长挂的是张其文，张其文就是上市的苦主，等一下跟大家讲，对不对？你看他也做高阶车电，其实以前就做高阶车电，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并到基美才说你是布局完成？这我就不懂，这我就不懂。齐力新哦，车电新凯美，对不对？翁启胜哦，工业伺服器网通，所以并普斯的时候。差不多的新闻就写出来。不过这一次这一个所谓的基美啊，这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基美为什么会有意思呢？因为呢，基美呢，它怎么样？它已经成立几年？它成立刚好100年，1919年成立，今年2019，它刚好成立100年，在美国是一家很老牌的公司，
而且它获利还不错啦，这个我们不多讲，这个内容给大家自己看，这个我们没什么好讲，反正大概500亿元左右，溢价18.6%。说真的，你一个并购啊，溢价在两成上下都算是合理的溢价，对不对？在两成上下哦，那这个他说这个什么未来 EPS， 我这个还有写啊，他这边写的哦，他说外资评估啊，对不对？如果说到明年下半年完成交易之后，开始编利和编报表 ，Kemet 呢？预计呢，贡献国巨400亿营收，60亿元获利，对国巨 EPS 贡献度啊，增加14块钱，对，就因为这样子哦，好多外资开始调高国巨平等，今天国巨直接开涨停板。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说真的，没什么好追的。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对，你看强攻5G 车电，国巨旗舰部队就位。我今天拿这新闻只是告诉你，说真的，现在就是要卖什么，卖车电，卖5G 嘛，你要把这东西抓紧了。你就有题材就可以，就有机会赚到大钱啦、啊、大概是如此，对不对？哦，这我们都那么不讲了。同学们，这是我在今年2月13日的节目内容，我现在你都记得，对不对？我剪的这一份东西就是2018年9月11日的《工商时报》，国巨员工认股的认购者们，对不对？国巨总经理，你看现在已经认普世总经理叫张奇文，对不对？6月公告买进自家股票1175张，那事实上是执行他的一个人工认股权，平均履约价格在1085元的价位，获利上看12亿哦。怎么这线下全台所有专业经理人？但其实啊，对不对？后来我们看到他是都没卖掉，后来真的是都没卖掉，没有错。现在你就看不到，因为现在去弄普世你就看不到他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来，投资朋友，有人妈算了。他说，张奇文拿到持股后马上卖出国巨的话，可以获利12亿，但因为苛征40%综合所得税，只能进账7.2亿元。国税局呢会爽爽入账4.8亿。张奇文员工认股成本的一个持股成本，因为税率因素啊，变相拉高他的持股成本，所以持股成本不是58，实际成本是拉高到多少？每股458元以上的水位，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员工认股的税率不断认定不断改变，张奇文所缴纳的万税啊，究竟有没有超过4.8亿，并不能如此简单计算得知。这原因是什么？耗顶员工认股事件改变劳力生产，所以到底缴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主要跟你讲什么？我当时给你分析，对，2017年5月跟2017年6月份，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张奇文从202张变成1377张，后来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他都没有卖，对不对？董监持股申报来看，总经理一张都没有卖，因为卖了也不付成本。因为到了隔一年了，这我写的时候是2019年2月13日了。我也帮你推测，从458元去除1.1981，再减掉14.86，他至少要卖到367.4元以上才有赚头。请你看清楚，你知道国巨从今年以来啊，国巨今年以来才超过367元，367元以上多几次？就在这里而已。就在这一次，二月份这一次的386块，对不对？就在我们当时啊，哦，后来，因为后来你看不到张奇文的持股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还有办什么？12月份到1月份这个时候也来了一次415，只有2次超过这个钱而已。那我们当时做统计资料的时候是2月份哦，所以他有没有在这时候卖掉，我们算不出来，因为现在看不到他持股了。但是你看到，其实说真的是蛮悲情的啦，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建议我会员买在320到325。然后怎么样拉上去？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出在这里。我没有错，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出在这附近，出在这附近，对不对？3837附近。后来我们就没再碰过国巨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国巨现在300亿，那我们希望它继续涨上来，让他们这些人都卖个好价钱啊，对不对？这不是什么坏消息。再来是新兴，我刚刚提到市场估0.9，出来0.87啊，大家都觉得很烂。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看中长线的，我相信野村目标价有可能会到，对不对？所以我没有担心这个问题啊。我们星星一张都没出，但是我不会在你说那这时候要不要加嘛？我倒是不这么认为，投资朋友，因为我们之前44块，我去查了一下成本，40、44、45都加码过，43也加码过。这一段上来我们加码过很多次了，对不对？星星也是少数我一路买都没有出的股票，另外一档这一档嘛，3653也是啊，一路买都没有出的股票。我也跟大家讲。接下来的两大课题是什么？第一个，对不对？很多人问我的，建策下一个买点在哪里？我告诉你，这一定还没涨完的，你不要怀疑。今天有人吐槽我说，会计师，我靠，你画冷吧？今麦184块，高啊呢？你看上关高啊这，我上关195，你看了热爱啊？我说真的，你们看那么短，就不要再找我了，好不好？你们眼睛目光如豆，对不对？这些投信，你看，真的就像我刚朋友讲的嘛。那才200，你看投信开始卖了，那又怎么样？
我哪一次买建策不是趁投信大卖的时候？这一整段里面，投资朋友，这一整段投信加码里面，对不对？我们都没有买建策啊。我们最后十月晚上买了一次，那投信买也很少，那不算，对不对？那时候130块左右，对不对？我说接下来两大课题，第一个，建策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进场？我希望你还想买建策的人赶快来找我。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嘛，那些人什么阿姨什么人的，建策一跌下来就告诉你，我们出掉了，我们上个礼拜出了高点，随便你啦，对不对？随便你，因为你不懂建策真正好在哪里。第二课题是什么？对，第一个是什么？建策什么时候还可以再买？我告诉你，有兴趣的赶快来找我。第二个课题是什么？谁是建策第二？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会说会计师，你买六七十块，你买一百块，你买130块，今卖190块，今卖184块，你搁叫我买，明明摆明是叫我去帮你抬轿。好 ，OK， 对你不想买建策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建策第二。事实上，我告诉你，我的内心里面有三档候选，对不对？你说你秀秀一下线图，每个人都猜就好。那我说那我赚什么钱呢、啊？虽然我不愿意赚那种一次开那种课程收个几十万这种财商课程赚大钱，我这种钱我不想赚，但是也让我们赚点小钱嘛，好不好？第一个刚刚提到的，还想买建策的赶快来找我，对不对？建策下一个买点我会告诉你。第二个，建策第二在哪里？你如果不想要帮我们抬轿没有关系，对不对？其实有一些备选的候选人，我认为他未来的涨幅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赢他，但是怎么样，可能也不会输他。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